吃斋念佛，诵经打坐，又有几个真的心如止水、清净无畏？你看看，这大风大雪的，还要这么拼命，一定也是为了那个玩意儿。哼，你来之前，我算过一卦，你猜猜写的是啥？动不如静，有财无命。既要送死，也不拦你。小西天土地在此恭迎天命人。变！的小庙没，那里面便藏着你要的东西，趁此地的主人不在，快快取走，切勿停留。